你现在无法使用。 现在无法使用，无法使用。 你现在无法使用。 怎么来的这么晚啊？我没事，我洪师傅，我曾经一心想为父母报仇，差点丢了。大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洪师傅的徒弟，大侠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武神秘宝，拯救余家村的人。